这个修为行善在于心，学佛精进在于行啊，行为。人间慈悲啊，是本源，普度众生皆善缘。其实呢，今天呢不是正规的法会，因为是明天嘛。他们很多海外来的，包括从欧美啊，他们飞几十个小时啊，还有我们来自马来西亚啊，还有来自新加坡、香港，来自台湾，还来自很多我们的佛友都来看望师父，所以呢，晚上呢。师父也不会让你们不听，总要跟大家聊聊，索性聊一下呢，师父说还不如正正规规给大家讲一讲。所以呢，是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还有各位法师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，还有我们的嘉宾，台长总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和大家呢相处呢，就是开始弘法。当一个人经常能够听到佛法的时候呢，他犹如呢一种清新的空气，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然的这种美，环境的美好。佛法呢，犹如雨露滋润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啊变得越来越善良，越来越慈悲。我们慈悲的人会烦恼少，不慈悲的人会烦恼多。那么明天正式法会之前呢，台长呢也是希望今天晚上多接触和多聆听一些佛法的和传统文化。我们呢要去除无明，就是说把过去没有听到或不熟悉的和一些不知道的事情呢，要慢慢的去了解它。那么破到我执，就是不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执着。那么就在我出国四五天前吧，那么我们学心灵法门有一个佛友，学了也没多少时间，人家欠了他8000万，因为这个8000万不是完全是他的钱，他还问人家借了很多，投资一个很大的项目，最后呢被人家骗去了，一直不还他，打官司也没用，做任何事情没用，天天呢他非常的痛苦不堪难受，也寻找过很多的途径想解决，差点还害了自己的命啊！没想到他学到心灵法门之后呢，念经许愿放生之后呢，居然呢在2周之前，人家把8000万全还给他了。所以夫妻之间有时候吵架的时候，你再怎么劝太太，太太不会听你的。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这个先生发脾气，太太再怎么想跟他讲话，他也不理你。实际上就是不同的钥匙开不同的门。这个时候如果小孩子走过来，妈妈一叫，爸爸都马上跟他讲话。所以我们说心灵是锁，法门就是钥匙，用我们的法门去开启心灵的智慧，那就叫心灵法门。我们只有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之下，把这把金钥匙打开我们多年无明习气所种下的因果，愿这次台长到印尼的巴旦岛能够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，愿观世音的佛光普照。这几天印尼也有6.1级地震，新西兰也是6.3，希腊又是6.5级，仅仅在新年至今，因为我在1月17号，我在悉尼的法会上，他们让我预测，我就说
2016年的地震会越来越频繁，结果仅仅只有啊1月27号到今天已经有28次6级以上的地震。大家想一想，每天的车祸死多少人，所以全世界因车祸死亡的人是124万人。想一想，我们能坐在这里，我们还感觉到不平安吗？这个世界没有车祸，没有癌症，没有伤心痛苦，家里还能快快乐乐地活着，这就是平安，就是福了。2015年最新统计的数字是癌症死亡人数是850万人。想一想，现在的人死得比生的还要快，实际上就叫是在收人一样。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在全球呢约有3亿4000万忧郁症患者，3亿4000万，而且呢年龄越来越年轻。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孩子读读书突然之间成忧郁症、自闭症，不愿意再去上课，害怕跟人接触。实际上这儿病忧郁症已经是成为21世纪的对人的最大的伤害。我们学佛人就是要解决自身的思维问题。人命短暂，慧命宝贵，学佛就是要学出佛的样子出来。我们修心就是要修出菩萨的真心出来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现在人跟人之间为利益而活着，尔虞我诈，五欲六尘的世界当中，我们怎么样保持自己一颗清净无碍的心？我们要去救度更多的众生，这就是我们最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。你让别人幸福，你会越来越幸福；你让别人法喜，你会变得越来越法喜；你让家里人越来越开心，你会越来越开心。天天学菩萨，天天做善人，这就是人间天堂了。我们学佛人，很多人求佛，经常求求菩萨就不求了，里边有很大的因素，就是在到庙里去之后，菩萨你保佑我，让我这件事情成功啊，让我求到孩子啊，一求求不到之后呢，接下来呢，菩萨不灵吗？啊，不灵吗？那不求了。人的毛病就是要马上记住了，种下去的果实不会马上长出来。一个人抽烟抽了几十年，他才会生癌症。所以我有时候劝别人，我说你不要抽烟。他跟我说：“卢太太，我肺很好。”那么等到他肺坏的时候，那么这就是果出来。所以做人要懂得拼命的去做善事，去帮助别人，不要去等到回报。台长举个例子，你今天帮了100个人了，你不要去认为他们会回报我，最后来了20个人来对你很好回报你，你非常的开心，菩萨保佑啊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对我好的了？因为你把对别人好的100多个人的这种付出你已经忘记了。所以只管耕耘，不要去问收获。记住了，种下去的种子它一定会长大发芽的。